很快袁绍部下投降的俘虏都被曹操聚集在了一起。诸位先生都是能人，想必也都看清了如今的天下之事吧，更加清楚我与本初谁才是真正的明主吧。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君主在挑选有能力的臣子，而臣子也在挑选有眼光的君主。本初昏聩而我贤明，诸位死则死耳。曹贼，你何来如此之多的胡言乱语，讥讽于我主？我主自起兵之日起，并未有过错。之所以有今日一败，无非是苍天助贼不助我。若非是有王萧这个怪物的存在，曹孟德，你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看得出来，你们都是本初的忠臣啊。曹孟德，我们是绝对不会投降的，你也不必白费心思了。你们呢？贞洁烈女不但有两个丈夫，贤能之臣不应有两位君主？主公已死，既然不能为他的子嗣尽忠，在下只求速死。贤嫔，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做什么？曹公，在下还有满腔的抱负，还有一心的治国之论，在下想要一个机会。贤嫔，主公待我等不薄啊，你怎可如此？兄长，新家不能就这样没了，而且我不想就这样了此一生，我还有许多的抱负，你才能没有施展啊。你左智能够有这样的想法，足可见你的聪明更甚于他们。你们，我主可是死在了黄河。不错，烦请曹公待我死后，将我尸首投入黄河之中，任由鱼虾啄食，待我骸骨与这黄河融为一体，也不至于让主公孤单。此法甚好，烦请曹公也如此处置我二人，不至于留名为后世所嗤笑。你们燕赵之地竟都是如此铁骨铮铮之辈。为臣者当有忠君之心，做万死而不改初心。在新平的话语与目光之下，新皮一时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只能微微侧目，无言去看自己的兄长。一场好好劝降被这一弄顿时没了意思，曹操也没有心情继续下去了，只能摆了摆手，让人进来处理了这些事情。阿满可在？父亲，是许先生。禀等儿，给你一个任务，将这个白痴送去许昌。既然在冀州我们不好弄死他，那就送去许昌，让仲永动手。许先生，我父亲正在休息，你这突然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大公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着我与阿满许久没见，想要好好的聊聊。许先生，你与父亲虽然是旧交，但大庭广众之下还是应当称呼父亲为丞相的，规矩不乱。大公子有所不知，在下与阿满乃是多年的朋友，当初在洛阳的时候便是如此称呼的，那个时候大公子你还没有出生呢。这倒也是，许先生你与家父是多年的好友，如今冀州的事情已经初步取得了进展，家父的意思是这里就暂时不需要许大人操心了，现在应该将目光放在更加重要的许昌才是。家父是有打算晋封为王的，此事干系重大，许先生你与家父乃是旧交，家父便想要将此事交于你与家师一同负责。家师可是大司徒王萧？正是。我明白了，此事还请大公子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你明白什么了？这个家伙多半是想错了，既然他误会了那正好，反正都是想要他回去送死的，他自己愿意做死何乐而不为呢？好了，具体事宜就是这些，待明日一早许先生就能动身了。何必明日，此事干系重大，还是应当尽早处理才行。我早一日回到许昌，就能早一日为阿蛮定下此事，我还是这边出发吧。等许攸走了之后，曹操也慢慢悠悠地来到了曹昂的面前，看着离开的许攸，语气冰冷地说道：自寻死路。父亲，这许子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在袁绍麾下勾心斗角的事情干多了，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是打算让他做这些事情的。他一听这件事是让他与重勇一起去完成，就以为我是担心重勇一家独大，所以让他去钳制重勇的，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激动和兴奋，认为将这件事做好之后，他就能如重勇一般，甚至是取代重勇在我这里的地位。可是这也不对啊，父亲你与老师从来就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他怎么会认为只要有了父亲你的支持就能跟老师抗衡，甚至是取代老师呢？真要说起来的，应该父亲你更担心会跟老师真的翻脸才对吧，毕竟大家都知道你挺怕老师的。可那个话也不能这样说，我与你老师不过是相互尊重相互欣赏而已，我敬重他，所以从来不和他一般见识，不是什么怕他，我真要说的话好歹也算是他的主公，我能怕他吗？笑话了。是父亲这只是尊重老师，不过父亲你并没有知会老师一声，怎么就知道老师一定会对许思远动手？废话，你还是不够了解你老师啊，他这个人生平最厌恶的就是白痴，尤其是自作聪明的白痴，像许攸这样的家伙到了许昌之后，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就一定会被仲永将他脑袋给拧下来。
许昌。今天一大早，王潇的府上就来了一个人。子弹，你小子不应该在冀州的吗？怎么跑我这里来了？这司徒，我是奉父亲大人的命令带一个人回来的。带一个人回来？什么人？还得你亲自带回来？而且这一大早的就来找我，这不是难不成是朕命？那个司徒，我这次来不是给宋真小姐来见司徒的，而是奉父亲之命将许攸许先生送来许昌。许攸当日自己生擒袁绍的时候，庞纪与郭图等人都曾出手想要阻拦自己，虽然他们不自量力，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有一个人就不一样了，那就是许攸。此人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袁绍的安危，而是转身就跑。如此行径实在是让人有些看不起他。徐子远这货投靠孟德了。正是，徐子远连同他侄子许昭一起打开了邺城的北城门，放我军入城，故而得到了父亲的嘉奖。父亲便让他回许昌等待封赏。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安排吧，这些小事情你自己就能处理了，不用事事都来找我的。你也应该有一些自信的，毕竟你也是孟德的孩子啊。那个司徒，其实我这次来是因为另一件事的，就是那个许子远他不愿意进城，说是我们怠慢了他。怎么个意思？我们怠慢了他是怎么说的？徐子远说他与父亲是多年好友，这次又助父亲打下邺城，是大功臣。此外他是带着父亲的重要命令前来的，我们应当派人出城迎接的，现在就这样灰溜溜的进城，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难民呢，不合规矩。这他娘的是真不怕死啊，自从我跟着司徒以来就没有见过这么狂的人啊。别说你了，就是我，就是子龙，估计都没有见过吧。这人是属猫的吗？有九条命给他这样挥霍。许昌城就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司徒，我现在就去嘎了他。那个司徒，我的奖，嗨嗨。那个司徒，我也去，将这个家伙直接给大卸八块，肯定比子龙做得好的。你们两个，子龙将武器收起了，文远你也是别跟着添乱。既然人家也算是功臣，怎么能一上来就喊打喊杀呢？还是得给人家一次机会才行，要不然天下百姓得说我人屠了。带路吧，他要人迎接是吧？我也正好去见识一下这位大功臣是不是真的九命猫妖，居然有胆子跟我这样玩。许昌城门口，许昭此刻正一脸担忧地跟许攸说着。叔父，我们这样会不会有些太过张狂了一点呢？眼下这许昌城上下都是王潇一手掌控，我们一来就跟他对着干，是不是有些太过了？怕什么，这么一点小事就给你吓成这样了，当真是废物。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带着曹操的命令回到许昌的，他王潇就算是再怎么神通广大，可毕竟还是曹操的部下而已。我们既然是带着曹操的命令前来，也就算是曹操的代表了，任凭他王潇再怎么位高权重，目中无人也不至于连曹操的面子都不给吧。这倒也是，说到底这江山还是他曹操的江山。所以啊，你就不用担心什么了，我这是代表曹操而来，他王潇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曹操面子，他有这个胆子吗？另外你不觉得这次曹操让我先回许昌就是一个信号吗？信号？什么信号啊？你真是笨，现如今袁绍已经败了，曹操已经拥有了整个长江以北，齐州之地都在他的手中，中原和河北全是他的地盘了，西凉和塞外也受到了重创，到了此时此刻，武将的生涯已经快要走完了，接下来就是文人的天下了。王潇不过是一个莽夫而已，他立下那么多的战功，势必将会受到曹操的猜忌。这次曹操让我回许昌主持他封王的事宜，就是想要进一步削弱王潇手中的权力，然后慢慢的将王潇踢出权力的核心。王潇，王潇，你不能杀我。三四十骑黑甲骑兵在前方开道，后面是上百名同样黑甲的重甲士兵随行，中间是一辆巨大的车辇，被七匹黑马拉着，正在缓缓向城门驶去。王潇则在车辇之上，而他的旁边还趴着一头白虎。那就是王司徒吧？王司徒这是要封王了吗？怎么用起了七成的车辇啊？以往王司徒都是骑着那匹可怕的怪马，怎么今天不骑了，而且还带着一头白色的老虎来？王司徒要是真的封王了，那可是大大的喜事啊，毕竟我们如今的日子全都是仰仗王司徒和曹丞相才能得来的呀。许攸何在啊？这就是王潇吗？特么的，比我还能装？七成诸王之礼，什么样的身份能用什么等级的车辇，这都是有规矩的，用七匹马拉车便是一姓王才有的待遇，可如今的许昌城内哪里有什么一姓王，唯一一个曹操都还没确定下来呢。所以这是王司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并未封王吧？如今这车辇又是怎么一回事？这车辇自然是给老曹准备的，只不过他现在人不在许昌，我就替他享受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另外，你是什么东西，也敢拦我？王潇，你这是想要造反不成？这王年岂是你能做的？你如此行事，莫不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便将天下英雄都不放在眼中了？罢意了，这城门守将可能是王潇的人。子丹将军，你还不动手？
我说二位，你们这是几个意思？我就算是想要对王司徒动手，我也得有这个本事啊。就我这两下子，估计刀砍在王司徒身上都未必能留下一点痕迹吧。你说的很对，但是你现在无法自证清白，所以麻烦子丹将军不要有任何的小动作。王骁，你这是要造反吗？你别忘了，你是臣子，而子丹将军是丞相的养子，你现在让你的人挟持着子丹将军是何用意？王骁谋反，将军还请速速出手拿下此贼，他麾下将领已经挟持了子丹将军，这便是证据。好女婿，我就知道我吕奉先的女婿一定与我一样，大丈夫身居天地间，岂可郁郁久居人下。女婿，你说是不是今日就要起事夺了这曹家天下？岳父我愿为先锋。这不对吧，这剧本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真的反了？这踏马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啊，我不是过来收拾徐佑这个傻逼的吗？怎么震动的我真的要造反了一样？还有吕布这个铁憨憨，能不能不要一提起造反就显得这么迫不及待啊？吕布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王司徒真的要反？这不能吧。可要是王司徒当真是要反，那我应该怎么办？是投降还是宁死不屈？父亲待我恩重如山，视若己出，今日便是粉身碎骨，我也等报答父亲的恩情，绝对不会屈服在尔等的淫威之下的。行了，这都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特么的给老子安分一点。吕文侯，你给我将武器收起来，顺便将你的嘴也给我闭上，一天天的就知道瞎起哄。这一场闹剧如果不是吕布，估计自己现在都已经解决了徐佑这个傻逼然后回家了。好女婿，你这话怎么说的？我这可是真心实意为你着想啊，你我才是一家人。曹孟德他就算是与你关系再好，那也是外人，日后天下一统难免不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们翁婿二人还是应当联手早做打算才是。我知道你这个人不喜欢麻烦，不如这样，等以后天下我来管，位子你来坐，这总可以了吧。靠，吕布这脑回路到底是怎么构建的？是不是生他的时候缺氧了？怎么就是听不懂人话呢？你给我闭嘴吧。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为了灵启，也为了我的好孙子吗？我吕家的血脉日后一定都是人中龙凤，怎么能够屈居于他人之下呢？还是应当早做准备才是。岳父，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我的儿子们可就只能姓王了。儿子？什么儿子？你有儿子了？我孙子在哪里？你老老实实的，很快就能有孙子了。好女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肯定不会自作主张的。将子弹也给放了，你们两个这一闹搞得刚好像我真的是来造反的一样。我王重勇跟老曹是什么关系？至交好友，岂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小歪，那个啥豆就当作是你今天的午餐了，给我吃了它。另外脑子别吃太蠢了。王骁，你要做什么？王骁，王骁，你不能杀我，我是奉了曹丞相的命令前来筹备锋芒事宜的，你不能杀我，你要是杀了我，你如何向曹丞相交代？曹丞相，你这个老小子不是日常都称呼阿蛮的吗？怎么现在想起来叫曹丞相了？你王骁，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锋芒事宜还未结束，曹丞相还没回来，你无权处置我，更何况我从未有做错什么，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行事，你这样做就不怕天下人指摘吗？天下人指摘？指摘我什么？说我残暴不仁，说我居功自傲，说我杀人如麻，还是说我草菅人命？我寻思着他们也没有说错啊，人家说的都是实情，我又何必在意那么多呢？王骁，你不不不，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为丞相立过功，我为丞相打下了邺城，我身上带有丞相的命令，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要见丞相，我要见丞相。无趣的闹剧，但是能给一些白痴提一个醒，让他们都明白，战场即便是结束了，我也一样是压在他们头上搭讪，也算是不错了。回家吧，剩下的这段时间我得准备成亲和生孩子的事情了。王骁弄死许攸的消息很快就已经传到了曹操的耳中，虽然对于这一结果是早就已经有所预料的，但是真的面对的时候，曹操还是不得不感叹一声啊，重勇这下手比我想象中还要快上不少啊，这许攸甚至都没进许昌城，在城外就已经被重勇给杀了。父亲现在心中应该挺高兴的吧，许攸此人狂妄自大，虽有余辜，父亲估计恨不得他在路上就死了才好，如今让他死在老师的手中，已经算是让他多活了几天了。你这小子倒是对我的心思琢磨得透彻，许攸虽然死有余辜，但毕竟是我的老朋友，而且还助我破了邺城，也是有功之臣，眼下就这样死了，我还是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才行啊。父亲，其实这件事要处理起来也简单，只需要将许攸风光大葬了，然后再让老师去给许攸上祝香道个歉，给他家族一点好处也就行了。
你告诉为父，你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我所言的道歉其实也并非是真的让老师去道歉，而是找一个人代替老师去道歉。找一个人代替崇勇去道歉，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只不过我们让谁去呢？这个首先得跟崇勇关系不错，但是又不能是崇勇自己的人，要不然仲永一定会不乐意的。其次，此人还得身份地位都颇高，让外人找不出问题。曹操一连说出的这几个条件，个个都让众人愁眉不展。毕竟曹操麾下地位较高的大多都是曹氏宗亲，可总不能让曹氏宗亲去代替王萧赔礼道歉吧？但除了曹氏宗亲之外，剩下有资格的满打满算也就荀彧、吕布等人。可这些人，荀彧是铁定不能去的，他丢不起这个人。吕布是王萧的岳父，他去了和王萧去了，其实也没多少区别，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算来算去，一时间竟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我营中上下能人无数，竟然还找不到一个能够代替崇勇去奔丧的人吗？丞相，你说王司徒要奔丧，可是吕奉先死了。恶来，是啊，我们怎么都忘了还有恶来呢？丞相，你可是有事要吩咐我？恶来，你过来，我有点要事要跟你商量。恶来，眼下我有一桩要事要交给你来办。要事啊，那不如还是换一个人吧，我怕自己办不好。我就知道恶来你一定不会推辞。恶来，你刚才说什么？你居然拒绝我的命令？司徒跟我说过，以后要是看着丞相你一副要做坏事的样子跟我商量事情，多半是要坑我，让我直接拒绝了就行，还说你一定不会怪罪我的。算了，左右也不是什么大事，我自己来办吧。冀州的事情处理的都差不多了，袁谭、袁熙、袁尚他们三兄弟现在都被赶去幽州了，估计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这里的事情就先交给你们了，我回许昌自行处理这件事，顺便也跟仲永商量一下后面应该怎么办吧。回去做什么？是给吕温侯奔丧吗？你去甄家一趟，让他们将甄密带上，随我一同前去许昌，准备跟崇勇完婚吧。岳父刚死就跟别的女人成亲，这会不会不太合适啊？让你去就去，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挑拨司徒与丞相的关系，找死！你这喊货，如此蠢动作甚？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是当日在这城门口王萧放虎吃人这件事所留下的影响却是久久没有消散。曹操这次回来只带了典韦一人，就是想要来看看这件事到底给整个许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丞相，老爷，这些人是什么情况啊？他们为什么都不愿意靠近那块空地啊？你们是外地人吧？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没事，小哥应当也不是本地人才对，听口音虽然是兖州的，但却隐约间带着几分南方的韵味其中，想必应当在江东或荆州生活过不少时日吧。阁下好眼光，在下的确是在荆州游历求学过一段时间，最近这段时间才刚回的兖州，却不想回来的第一日便见到了如此惨绝人寰的一幕。小哥，我等数日前才回的兖州，对于此地之事多有不解之处，不妨一同进城找个地方好好的聊一聊。这老爷，故所愿也，不敢请耳。你们应该是在疑惑城门口那片谁都不敢靠近的空白吧？那是大司徒王萧不久前纵虎吃人留下的。当日那冀州名士许攸不过是质疑王萧私用诸侯王出行车年逾规格，便被他放虎活活咬死，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吃的只剩下一个脑袋。如此行径与上古暴君下节一般无二，更何况他本就不应当逾矩，既然是做错了，就应当知错改错，而不是杀死指出自己错误之人。天下悠悠众口，又岂是他一人所能堵得住的？更何况他即便是能够人们嘴上不说，但他能让百姓们心中不想吗？原本我在荆州听闻大司徒王萧怜悯百姓，多有为民筹谋之举，而今又与丞相曹操一同匡扶汉室，大有要使天下中兴、汉室悠悠复明之象，故而不辞辛劳前来许昌，想要亲眼看一看。可是最后我看见了什么？一个权臣，一个比董卓更加直白、更加猖狂、也更加傲慢的权臣。这个天下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生机，不应当再有这样的人出现祸乱了。天下百姓苦得太久了，若是这样继续下去，民生势必凋敝，天灾人祸不断，时势久空，便是得了天下也不过是一个空壳子，如何能抵御外敌？如何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你以为的王萧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睿智英明，充满智慧，就像是一轮太阳，能够让所有见到他的人都感觉到温暖，为天下百姓指明方向，让所有人都明白，都清楚何为真正的幸福。小哥，你所想要见到的王萧未尝不存在，但太阳也会有日升日落，一个人无论是有光辉都必然会有他的阴暗面，而仲永更是如此，他的黑暗是率性而为，他不会刻意去装饰自己的美好，因此当你对他倾注了越多的幻想之后，你就会在第一次见到他时越发的失望。但是如果你进一步的了解他，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没有看错也没有想错，他依旧是那轮太阳，只是太阳有时会落下而已。
这曹丞相，你真就如此的相信的王萧，即便是明知道他做了那种等同于谋逆的事情之后也是如此。我信，你若是不信，可以随我一起去见一见他，或许不消几日，你便会发现你对他的判断都是错的。好，我叫徐福，不过现在的名字是徐庶。徐庶是吧？你是如何猜到我就是曹操的？方才这位将军曾险些说漏了嘴，虽然很快就改口了，但我也大致听到了一些，再加上能有如此彪悍的五人在一旁守护，怎么想也不可能是寻常之人才对。没想到只是看外表你就知道我很彪悍了，这应该不是在夸你吧？徐庶，既然你与我已经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随我一同去见一见仲友，相信到时候你一定会全新的了解的，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还有其他人也如在下一般，在错误的幻想了王司徒。自然是有的，当年奉孝第一次来我军中，便是想要见仲永一面，当时他还以为仲永是志冠天下的无双国士，风度翩翩，足智多谋，但谁知一见面却是那般模样。果然是很不搭啊。老曹，你既然已经回来了，不过来找我反而拉着别人在街边喝茶是什么意思？这特么不是以前我才会做的事情吗？崇勇，你怎么来了？程文丽认识你，见你回来之后便立刻差人来通知我了。我刚在朝堂上教育了一下刘协，顺道过来看看，正好撞见了。程文丽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负责盘点城门进出之人，也算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而如今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在见到曹操之后，第一件事是去通知王萧，而不是询问曹操的意见。这代表着什么？对方是王萧的人啊。此外教育了一下刘协有什么鬼？那可是大汉天子啊，你王萧说教育就教育了，难不成是在朝堂上威胁恐吓当朝天子不成？若非不是自己打不过此人，此刻必定要拔剑为国除奸了。这位是何人啊？如此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莫不是刺客？此人姓徐，名庶，乃是我入城时遇见的一个忘年之交，他对于天下之事颇有见解，并且对你心向往之，故而便与我在这茶肆之中小坐了一会儿。徐庶，自己难不成还认识王萧？你可认识一个叫诸葛亮的家伙？诸葛亮未曾见过。没有吗？诸葛亮与他叔叔诸葛玄前往荆州避祸，是因为曹嵩之死导致曹操在徐州大开杀戒造成的，而自己穿越过来之后保下了曹嵩，曹操也就没有在徐州屠城。如此狼牙的诸葛家自然没有理由放弃家族产业前往荆州避祸的，所以现在诸葛亮这位卧龙应当还在他自己家卧着，而不是跑去荆州大茅庐等着人三顾三请。可是此人有什么奇异之处，竟能让司徒大人如此挂心？狼牙诸葛是如今年轻一代有三杰，虎、龙、狗，而这龙便是诸葛亮，此人再过几年当能成为当时一等一的人才，文治武功可想太妙那种。再过几年，这还当再过几年的时候，王司徒又是如何如此笃定的？须知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少年天才长大后泯然众人的。但诸葛亮不会，我这一双眼睛能够看透天下千年光景，更何况是区区一个诸葛亮呢？王司徒乃是神仙中人，这一点人尽皆知，在下也是久仰大名。王司徒，如今北方大地基本都已经被平定了，不知道下一步你们打算如何？下一步，我死前在城门处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接下来丞相将会进封为王，代替天子总揽朝纲，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天下完成大一统。自黄巾之乱以来，天下混乱不休，兵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如今正是需要义德才兼备，能为出众之人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以雷霆手段整合上下，令天下归于一处，百姓安居，天下富足。王司徒，这不对吧？进封为王，总揽朝纲，那这天下到底是跟着谁姓啊？是你，是曹丞相，还是天子？丞相，这人是不是在说司徒要造反，挑拨司徒与丞相的关系，找死？你这喊货如此冲动作甚？现在就我一个人在这里，要是这个人真的将丞相给骗住了，那岂不是要我一个人跟司徒你打？那他这不就是在害我吗？我岂能容他？这逻辑很严谨啊，虽然思考方向与常人出入太大，但是逻辑没问题啊。老曹，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吧。好。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我自己能走，你们就不能尊重一下我吗？放开我，如此行事与土匪何异？徐小友，你也不必如此抗拒，这种事情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放轻松一点。每次你们这些人被司徒给抓起了，都是这样的一番话，你们真的不腻吗？我都听腻了，你们居然还没有说腻。曹操这摆明了就是一副随便王萧的态度，看样子就算是王萧真的要与他平分天下，他都不会有什么意见的。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的主公与属下的关系吗？一点都没有功高震主的自觉，也一点都没有如芒在背的紧迫感，就像是一群损友玩闹一般。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长久，真的能够稳定住天下？
夫君，你出去一趟又抓了一个苦力回来，这次又是什么奇人异事吗？这刚一进门就是一枪刺过来，关键是王潇被结结实实的捅了一枪，居然屁事没有。果然不愧是王潇的妇人，居然对力道的掌控如此之好，枪尖击中了，但是却没有伤到皮肉，厉害啊。咦，曹丞相跟点笨笨也来了。吕夫人，你这算是什么称呼？我上次不是已经说了吗，不要叫我笨笨，我其实不笨的。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笨蛋了。这我反正不是笨蛋，我刚才还看出了这个人在污蔑司徒要造反呢。你诬陷我家夫君造反，你找死。疯丫头，做事这么急躁做甚？你都知道二来脑子不好用，你还信他的话，那你岂不是跟他一样脑子不好用？司夫君疼。夫君，你们这是闹什么呢？李妹妹又同你胡闹了。赵姬，今日怎么是你出来？迷妹妹说家中有事找她，便回迷家去了，我便代替她管家一天。曹丞相、点将军二位今日过府一叙，定是有要事要与夫君商议，我这便去吩咐下人准备好酒菜，再给二位府上知会一声，以免家中的姐姐们担心了。有劳了。让人烧些热水，再找些活血的药材，弄一桶药鱼，你好好的泡一泡，有空的时候再去后花园转转，多看些花花草草，放松一些。长期坐在一动不动的看书，对身体对眼睛都不好。哎，蔡姐姐，我也去。重友，要不你在家中挖一个汤池吧，我差人来给你弄。都是小事，还是随我进屋吧。你们这么早回来，总不至于是为了给我修澡堂子的吧？凤凰的事情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细节等进了屋再说。事情我都已经策划的差不多了，天子与百官就算是表面再怎么不甘心，但也没有能力反对。你封王的事情基本已经定下了，如今冀州已经安定了，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天下的行政中心都会被转移到邺城吧。你都已经说要我晋封魏王了，不就是因为猜到我会将天下权柄向冀州转移吗？但这毕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不一定就是真的。冀州刚刚平定，剩下的幽州、并州尚未归附，青州同样不算安稳，邺城乃是北方重镇，立足于此可以威慑北方各地，远比偏安许昌作用来得大。到时候我将魏王府设立在邺城，朝廷留在许昌，两相之下定能稳固天下。王重勇，你是故意的。什么？你是故意在朝堂上引那些老臣发难的，他们一旦站出来反对你，你就将他们都杀了，如此曹丞相封王后便能够安心将魏王府设立在邺城，朝廷因为你的屠杀缺少有能力的大臣，做起事来自然是困难重重，并且这样还能够让一些有心之人看到朝廷的无能与魏王府的贤明，时间一长，魏王民心日隆，大事可期。嗯，这孩子好苗子啊，看来我死前还是小瞧你了，那你可还要看出一些东西。这个此外还有一些事情在下就不太清楚了，不过猜测而已。冀州是真正的世家天下，当年董卓在中原大杀一番之后，毕竟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日小友这一番话，足可见眼光与韬略已经不在我帐下几名幕僚之下了，相信假以时日定能有所成就的。徐叔，我这司徒府中事务繁多，我又常年都在战场上，故而许多事宜都是交给文若帮忙分担的，可文若自己也有许多事情要忙，我也不好一直都让他担负如此重担，你若是原因可入我司徒府做一做官，虽官职不高，但前途却是一片光明。重友，你连文人都要与我抢，怎么你还怕我文武勾结然后造反不成？这你这样说岂不是将我的话都给堵死了？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我可从来没说过要投靠你们吧，我来此不过是想要见一见王司徒，确认我所想的王司徒与真实的王司徒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封王的一应事宜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此事还多亏了重勇你在运筹帷幄，之前跟你说的任命貌似是被刘协给扣住了，等封王的时候也一并册封了吧。就是你说要给我升官那件事，我都已经司徒了，三公之一，你还能给我升什么官？怎么这个丞相的位置你下去我来做？其实也没什么，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等我退下之后，这个丞相的位置肯定是你的，以后时候以后再说吧。你只要别到时候给我弄个大将军就行了。这是自然，这是自然，大将军一直是必然不会的。封王的时候也就这样了，等各地镇守的将军们都班师回朝之后便能够开始了，册封仪式按照太史令官星的结果应当是下月初三，大吉大利。行了，那就下月初三，其他人应该也都到齐了，正好可以普天同庆一番。丞相、司徒，我这可从未说过要向你们效力吧，你们怎么就将我的去处都给商量得一清二楚了？这有什么，你这一身的才华总得有地方施展吧，不留在我这里你还打算去什么地方？荆州刘表、江东孙权，还是说益州刘璋？你信不信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让人去你家照顾你母亲？你这是威胁，是胁迫，你就不怕天下人指责吗？不怕。可是强扭的瓜不甜啊。不甜但是解渴啊，我都已经渴死了还在乎这瓜甜不甜吗？你
刚才一直在说其他的事情，都忘了还有一桩事情需要跟你说一声了。还有事情？还有什么事情？甄家，甄家可是你主动找上的，现在人家带着嫁妆还有甄家小姐都在城外等着呢，你这个未婚夫不得出去迎接一下吗？这一路上甄家小姐连面都没露出一次，就连我都不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呢，你还不赶快去接一下。而此时甄家的车队已经停在许昌城外的官道旁，旁边还有着数百辆马车装着满满的柴火。你们可是甄家的车队？你就是王司徒吗？不，我是司徒的麾下中郎将赵云，奉司徒之命前来接应夫人一行的，车内可是夫人。妾身真服，还请赵将军见谅，妾身此番前来是为了履行与王司徒的婚约，礼法有所约束，在完婚之前不可见外男，还请谅解。夫人言重了，我既被司徒大人委以重任，前来接应夫人自然是知晓这些的，那就请夫人与车队随我一同入城吧。300箱柴货，还有上千人的仆从，这甄家是什么意思？带这么多东西过来，是想要跟司徒完婚的，还是有什么别的打算在其中？回去得跟司徒好好说明一番才行。司徒，甄家这次有点不太对劲，嫁女而已，怎么带来了这么多的嫁妆？要是不说，我还以为他们是想要造反呢。甄家财大气粗，这次这些嫁妆多半是想要用来给甄府撑场面的。府上如今已有数位夫人了，甄府作为后进门的，甄家自然是不想让她受了委屈，所以这嫁妆也就多了不少。当然，这其中应当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意在里面。我去看看甄秘。司徒，按照礼法，你与甄夫人在完婚之前是不能见面的。子龙，你跟着我这么长时间，见我几时将礼法放在眼中了？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什么正人君子吧？你就此处等着吧，我去见一见甄府，毕竟是自己未过门的夫人，要是成亲前连面都没见过，有些说不过去吧。你是什么人？司徒府的护卫吗？这里是我家小姐的房间，你不能进去。护卫？我就是王潇，你家小姐的未来的夫君，我要进去见一见我未来夫人，有何不可？你就王潇？朕，这也太大了吧，小姐一定会吃不消的，自家小姐甚至还未及笄，如何能经得住这样的男人啊？那这丫头的话怎么这么让人浮想联翩呢？你且推开，我有事要找你家小姐。可是这就算是司徒，按照规矩也应当是成婚之后才能见面的，你这与礼法不合啊。让司徒大人进来吧。朕，妾甄福见过夫君，夫君此来应当是为了这外面的百车嫁妆而来的吧？夫君家兄在来妾身来的路上，要妾身给夫君带一句话。你说，若夫君欲成大事，甄家与冀州各大世家皆愿相助，只求夫君一纸承诺便可。难不成家众猜错了？其实王潇并无反意，夫君你莫不是并不打算对曹孟德动手？怎么，你们都觉得我要对老曹动手，天天都盼着我黄袍加身，许昌兵变不成？这夫君无论如此，我既然已经进了王家的大门，就算是你王家的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一些话妾身不得不规劝夫君一二。夫君，你如今对曹丞相而言已经不再是助力，而是威胁了，若是你不提前做准备，难不成你还打算等曹丞相腾出手来之后再来料理你吗？届时可就万事皆休了。夫人，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孟德与我之间的关系远非是你所能理解的，只要我还在一天，王家必不可能会出事的。夫君莫要胡闹才是，此等事情还是等成亲那日再说吧。夫君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远的不提，就说这灵帝与十常侍之间吧。当年灵帝少年继位，成为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掌中的棋子，他身边并无亲信，便以宦官为助力，最终成功除掉了窦武与陈蕃执掌大权。为了表示自己对十常侍的宠幸，他甚至说过张让如父、赵忠如母这样的话，但最后他与十常侍之间同样是矛盾不断。他最信任的宦官也并非是十常侍，而是蹇硕，尤其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十常侍更加站在大将军何进这边，而非是灵帝一方。若非是当时灵帝病重，内忧外患不断，怕是十常侍早就已经成了他的刀下鬼了。十常侍与灵帝尚且如此，如今夫君你比之当年的十常侍乃至何进的权力都要更大，对于皇权的威胁也更甚。夫君你仔细想想，曹孟德他如何能容得下你？就只有这些吗？我都已经知道了。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夫君你些许小事而已，这个天下我不想要，所以便给了老曹。老曹也清楚这一点，即便是我的权势再如何的大，老曹也不会对我有任何的歪心思的，因为他清楚我不可能反，而我一旦反了，这个天下就彻底毁了。你与其操心这些事情，不如同我好好聊聊这些风月如何？夫君此刻还是白天呢，不可白日喧。白日？可为何夫君我却偏要说他黑夜呢？不信你且出去问问，谁敢说他是白日？半个时辰后，王潇从甄秘的房间里走了出来，虽然他还想继续的，但是考虑到甄秘毕竟是初次，不能太过分，真的伤着了可就麻烦了。来日方长啊。
照顾好你贾小姐，另外将这院中的男丁都给派出去，我会让人送一批侍女过来伺候的。是，好好办事吧。稍后你们所有人都去账房领一吊钱，就当做是你贾小姐赏给你们的。但是今天的事情，我不希望在外面听到半个字，明白吗？谢司徒，谢小姐，我等明白的。等王小走了之后，小莲这才赶紧进了屋内。叫唤什么？小姐，你还好吧？我能有什么事？这个王司徒当真是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呢？明明就与理不合，他还非要来见小姐。之前也见了，将小姐欺负成这样，也不留下来多陪陪小姐，说走就走，这是将小姐当成什么了？夫君他毕竟是司徒，有的是事情需要他去处理，更何况我们此行的目的也已经达成了，方才他已经答应了不会为难甄家，这就足够了。与之相比，我不过是身体上短暂的有些不适而已，等再过些时日身体适应了过来，自然是只剩下了欢愉。这，那小姐你好好休息，我去找一床新的被褥等物品给小姐换上。等当战场最后一个停战的便是荆州，而曹仁始终坚守不出，刘表大军久攻不下便撤军了，曹仁则回许昌复命。子孝，仲达辛苦你们了。末将惶恐，这不过都是丞相与司徒大人教导有方，我等只是遵从二位的吩咐，听令行事罢了。谦虚了不是，你们这次做得很不错，本来我们是打算回来就论功行赏的，但是孟德却说你们宛城战事还没有完全停下，一定要等你们都回来了才能奉赏的。此事也是我与崇勇商议之后才决定的，虽然你们宛城的战事当时尚未结束，可你们的出色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能因为你们稍微慢一些班师回朝就提前进行封赏，这是我与仲勇共同的意思。谢司徒，谢丞相。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仲达，这次你表现得不错，今后可有想法从军啊，以你的才能一定能够大展身手的，重整山河可是还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努力啊。这话不太对劲啊，这多少有一点胁迫曹操的意思在其中，他们不会要动手了吧？几路大军皆已回朝，请陛下下旨论功行赏。陛下，如今逆贼袁绍已经伏诛，天下十三州大半已经为曹丞相所平定，如今四海之内一片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曹丞相之美名为天下所传唱，理当封赏才是。陛下，如何封赏朝议之上已经出了章程，只需要陛下点头，立刻便能开始封赏，还请陛下首肯。王司徒与曹丞相二位劳苦功高，乃是我大汉的擎天之柱，辅国栋梁啊，若是要封赏的话，此二位当即首功才是。我大汉的将士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我刘家的天下抛头颅洒热血，自然是应当封赏的。真是可笑，还你们刘家。宛城一战，主将曹仁，副将黄忠、司马懿、程昱、臣宰，此战寸土未失，斩首两万有余，阻拦荆州逆贼数万大军数月，劳苦功高。主将曹仁封镇南将军，副将黄忠封扬威将军，副将文聘封武威将军，监军司马懿领凉州刺史，监军程昱领扬州刺史，以上众人皆为列侯，食邑八百户。谢陛下。合肥一战，余界所部主要将领皆不用奖赏，士兵们赏赐翻倍。你等可有异议？末将无异议。于禁、李典他们都是曹操的人吧？是啊，他们三人都是曹操身边之人，早在王萧投靠曹操之前就已经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了。楼归还是曹操的少时旧友。少时旧友，说起来许攸那件事最后是一个什么章程，他也是曹操的少时旧友，却被王萧给当众放虎咬死了，甚至就连全尸都没留下，当真是狠毒啊。还能如此，曹操给许攸的后人封了一个安乡侯，然后又让人上门吊唁了一番，这件事也就算是这样过去了。王萧从头到尾一点惩罚都没有的，曹操和王萧此刻的行为貌似有些不太对劲了。是啊，我也是刚刚发现的，曹操这一派的亲信在这次的大战中几乎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曹仁不过是一个镇南将军而已，于禁等人干脆就连一点赏赐都没有，司马懿是王萧的人，直接领了凉州刺史，以如今西凉的局势，想要收复凉州并不困难啊。王萧与曹操要反目了。大兄，这无事，不过是一点小事而已，你不用在意，随他们去吧，无论你们在想什么都给我忍着，等下了朝自己去府上找我便是。此战功劳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司徒王萧，二位丞相曹操，此二人都是我大汉的中流砥柱，股肱之臣，诸位以为应当如何封赏才是。
大司徒王萧此战英勇无双，纵观古今无人可出其右。合肥一战，镇斩江东贼寇主将周瑜，诛杀副将周泰，俘虏敌军大将数人，单枪匹马斩杀敌军士兵上万人。此等壮举犹如蚩尤重生，刑天在世。官渡之战，俘虏敌将蜀元，斩杀敌大将颜良、韩蒙等人，诛杀敌军士兵五万余人。此后又在泰山之战，大破袁绍，生擒主帅袁绍，歼灭敌军三万有余。林林种种，此之一战，大司徒王萧斩杀敌军足有十万左右，可谓是天神下凡，无双神将也。说来都说去，都是跟战场有关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什么战神、神将之类的。这老曹不会想要让我当武将吗？大司徒王萧战功赫赫，特令其为骠骑将军，掌管天下兵马节制之权，可调动都城内外所有骑兵。此外，册封大司徒王萧为广陵公，封地广陵，广陵郡改为国，日后税收皆改为大司徒王萧的实意。什么？广陵公、广陵郡一郡之地全都给王萧做封地了？这是国公的待遇，这他娘的是王爷的待遇吧？警告：检测到宿主即将拥有武职，并且武职将与宿主的文职持平，请宿主立刻采取行动拒绝此武职，或者提高自己的文职，否则系统将判定宿主违规，且会追究宿主利用系统 bug 进行武力统一的作弊行为。系统，我靠你大爷，你特么个！王司徒可是对此封赏有什么不满的吗？那个，能不能打个商量，把丞相的位置也打爆送我了？丞相给你做了，那我干什么？重影，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哥，我们如何是好？二哥，你这不是废话吗？现在这模样，就是用肚脐眼看也应该看得出，一旦闹起来，王司徒一边能在曹丞相跑出去之前杀了他们的。我们现在去帮曹丞相，这不是找死吗？朝堂之上，你们这是要做什么？王司徒与曹丞相一句话都没有说，陛下也未曾开口，你们这是打算造反不成？陛下，还请应允王司徒所请。刘玄德，你别忘了，你还是汉室宗亲，你是朕的玄，不过是一个丞相而已。重勇想要就给他吧，反正我不也马上就是魏王了吗？来人，帮陛下拟旨。帮我拟旨？你干脆直接让他们端一杯毒酒上来，弄死我算了。重勇劳苦功高，德才兼备，乃是当时少有之大才。当年冀州名士沮授就曾说过，重勇乃是治冠天下的第一谋士，如今孤即将封爵魏王，这丞相之位也是时候让贤了。既然丞相都这样说了，那便拟旨吧。谢陛下您。恭喜宿主获得丞相之位，位列文官之首，获得奖励如下：一、超级基因，宿主的基因将会得到强化，从而使一部分力量永久地继承下去，宿主的后人也将会享有该基因带来的好处；二、万载长青，宿主家族中的成员都将会延长寿命；三、圣人之躯，宿主的肉体不会因为时间的消磨而发生质变，永远维持在巅峰时期，即便是宿主死后，肉体也不会腐朽。这些奖励我特么怎么感觉有点子抽象？系统，你特么的不会真的打算给我弄成什么阿斯塔特吧？另外照你这个操作，我家是要量产阿斯塔特，不对，这更像是骑士家族了，真是太可怕了，太残暴了。既然此事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给孟德册封魏王以及让他代为监国辅政的事情了。丞相曹操，忠君爱国，仁义孝悌，为国分忧，为君分忧，自迎奉天子以来，讨逆贼，平叛乱，收失土，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方才有今日天下一统之势，此乃曹卿之功也。朕尚未籍贯，才思不足，朝中事务多有纰漏，祖宗江山在朕手中恐有不虞，故册封丞相曹操为魏王，封地冀州，并赐魏王监国辅政之权，可代朕监管国事，凡魏王之命皆如朕之命，朝野上下举国内外不得有误。半月之后，许昌将会举行册封大典，当日将会大赦天下，但同样的，你们都得给我看紧一点，满宠，如果有人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故意搞事情，一律罪加三的。大哥，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找死了？不管怎么说，都给我撑住，千万不能让他们动手，要不然的话。重勇，册封大典哪天是个黄道吉日，你与我女儿的婚礼也一并办了吧。嗯，陈旭啊，你今日当真是有些软弱了，这要是照着我当年的脾气，这些王八蛋都得死，你这样怎么能算是我吕奉先的女婿呢？贤旭，我跟你说，你当时就应该听我的，直接拿下他们的。你放心，这件事我都干过好几次了，熟练着呢。你就听我的，找个时间叫曹孟德过来聚一聚，然后我带着300刀斧手在亭下埋伏着，到时候你摔杯为号，我们就一拥而上，将曹孟德给乱刀。啊，yep.
杨修这家伙什么意思？他不帮我，跑我面前来做什么？吕将军，言多必有事，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其实丞相一点都没有想要对威王动手的意思，你完全猜错了。下一次说话的时候，应该要多揣测一下对方心中在想什么，然后再说话，要不然很容易祸从口出的。这家伙是在嘲讽我吗？他应该是在嘲讽我吧。他不过司徒府的一个长史而已，他哪里来的勇气嘲讽我？那你可知我现在心中想的是什么吗？这想必是正在懊悔自己唐突吧。不，老子现在想要弄死你。喵的，以前就没有人对你说过吗？你小子的嘴巴很臭，容易得罪人。杨秀不过是一个文人，你这一拳头下去，他少说也得休息半个月，到时候司徒府的工作你帮我做吗？你也是喜欢显摆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改？这也就是眼下这些都是自己人，这要是换做了外人，你现在早就已经被打成了猪头了。属下记住了，属下一定会改正的。丞相，您这次叫我等前来，应该是有为了冀州世家的事情吧？有关这件事，我想丞相您应该已经有所计划了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冀州世家难道不是要收拾曹操他们夺取天下吗？你的脑子里就不能稍微有一点中意吗？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夺权，这不过是给外界散布的一点假消息而已。现在叫你们来是要你们做好迁都的准备，不久之前我们便会迁都邺城，到时候冀州世家一定会有动作的，届时袁绍的那三个废物点心儿子估计也会有所动作，你们做好准备，到时候一举平定河北大地。对了，还有一件事，你最近注意着一点，可能会有人行刺我。等会儿，你说啥？有人刺杀你？不是，有人刺杀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另外，你喝多了，这年头还能有人刺杀你？对了，王月那个老匹夫呢？我记得你们没有杀他，怎么最近都没有见到人的？王月，我让他去秘密训练一批精通刺杀之道的刺客。贤婿，你这就不对了吧？暗杀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你总不会想要靠暗杀除掉曹操，然后和平接管他的势力吧？这根本就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你还是应该听我的，找个由头将曹操给骗过来。我带着300刀斧手提前埋伏好，只要你摔杯为号，我们就乱刀将曹操给。停，我都已经说了，我对老曹的基业没有想法，你们要我说多少遍啊？王月不过是我用来除掉一些不听话且又不好搞定的人的方案而已。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丞相，所以丞相才会这样警告自己？最近这段时间自己一直都很老实啊。吕文侯，我的老丈人，你是车骑将军，整个经济地区的防卫都在你的管辖下，我是想让你多留意一下附近的情况，避免有人伤到了我家中的妻小。王萧家的妻妾跟我有什么关系？反而一个个都是我吕家的竞争对手。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别忘了你女儿也是我的妻妾，你就不担心她吗？万一真的有刺客潜入上着了她怎么办？她可是我女儿啊。你这是在怀疑我老吕家的实力？我的女儿自然是女中豪杰，武力非凡，我麾下八健将都没有几个能打得过她的，区区几个刺客你觉得？那要是他肚子里有孩子呢？你说什么？孩子真的有孩子了？你说我女儿她真的？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我要有孙子了，我要有孙子了。吕家有后了，吕家终于有后了。不行，让别人来我不放心，从今以后我亲自到你家看着。另外，我会让高顺将陷阵营都安排在你的府邸四周，保证就是一只苍蝇进你家都得将头留下。恭喜丞相，贺喜丞相，王家后继有人了。胡言乱语，这是我吕家的后人，当初我这贤婿就已经与我说好了的，他与我女儿的儿子会让一个随我吕家姓，日后便是我吕家的人了。原来如此，我等倒是并不知其中的曲折，方才说错话了。无妨，只要你们现在知道了就行。温侯，说到这里我倒是有些好奇，若是生下来的并非儿子而是女儿又当如何呢？你说什么？女儿怎么可能是女儿？我吕奉先的女儿怎么可能会生女儿？你这话说的还挺像是人话啊，皇帝都会生出公主，你吕布的女儿凭什么就不会生出女儿？再者说了，你吕布不也只有一个女儿吗？说的好像你生的是儿子一样。行了，人家也不过是说了一些实话而已，你都能生出女儿，凭什么灵启就一定会生出儿子？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但是你就不能先考虑一下情况吗？上跟着给别人泼凉水，你小子是真的一点情商都没有啊，白瞎了这聪明的脑袋瓜。这属下知错了。行了行了，也没什么事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先下去吧。又过了几日，许昌的局势似乎变得更加的诡谲了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从河北而来的商队抵达了许昌，并且在抵达许昌的第一天，他们便派人去了吕布的府上。你们这些商队有什么事还非得见本侯？孝敬前不是已经交代下去了吗？下面的人自会收着，你们要办的事情也只管去找他们就行了。是啊，所以我等特献上美姬10名，想要通过温侯的手送给丞相大人。
你说什么？我女儿怀孕了，你让我送十个女人给我女婿，你疯了还是我疯了？王潇是自己的女婿，自己女儿现在怀孕了，这个人居然让自己帮他送女人给王潇，这不是让自己去给自己女儿讹添堵吗？到底是什么样的白痴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一看就知道温侯您是一个疼夫人的好男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疑惑。王丞相不同啊，王丞相乃是一好色之徒，这一点我想温侯你应当清楚的吧。废话，温侯，这女子在怀孕的头几个月是最好不要同房的，而一般男人花心出去找女人逛青楼也大多都是在这段时间忍不住了。我那女婿身边莺莺燕燕可是不少，而且个个都是国色天香，完全用不上你的那些美姬吧。温侯这话就说错了，若是王丞相真的眼高于顶，非是角色不要，那当年袁绍派人前来刺杀王丞相之时，曾用来瞒天过海的胡姬乐队，最后怎么被王丞相给受用了？这更何况在下送的这些美姬是以温侯的名义送上去的，他们自然也就是温侯的人，等到了丞相府上全都算作是令爱的通房丫鬟，也能帮令爱将王丞相留在自己房中，日后在这丞相府的后宅之中也算是有几个帮手不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如果只是想要一些好处的话，其实只需要送一点钱就够了，本侯向来都很少为难你们这些商队的。但是我们想的可不仅仅只是这些而已。温侯，我是河北幽州公孙氏的人，曾经我家也是出过太守刺史的，如今的辽东太守公孙度也是靠我家才崛起的。幽州公孙氏，公孙玉。不错，在下公孙乾。我公孙家自从公孙玉死后便因为天下大乱，以前官场上的人脉都没了，从而断了仕途。如今听闻魏王想要迁都邺城，我等便特意来许昌，想要寻一个依靠，日后等魏王真的迁都邺城之后，我等也好有人帮扶一二，免得将来处处都失了机会。既然是这样，那就依你所言吧。好，那我之后便将这十名美姬都送到温侯府上，等温侯有空了便将他们都送往丞相府上。此事若成，你们幽州公孙家日后在朝中自然有本侯帮衬，亏不了你们的。那就多谢温侯了。白痴，这十个女人全都是杀手，任凭你王潇如何的神勇，我就不信在床上还能有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本事。公孙乾刚离开吕府，转身就去了曹府。你就这样来了，不怕吕奉先派人在后面跟踪你？吕布此人骁勇，但却没有什么智慧，我之前的那一番话已经彻底骗住了他，他现在对我很是信任，丝毫没有怀疑我的用意，自然是不会派人跟踪我的。这倒也是，他现在一门心思都在他那个女儿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身上了，哪里还能顾得不上你呀？吕布除了吕灵启这一个女儿之外，便再无所出，做梦都想要有一个男丁为吕家传承香火，如今有了王仲永的点头，能够让他与吕灵启的儿子跟着吕家姓，他早就已经顾不得其他了。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如今吕布也算是位极人臣了，眼下除了为吕家留下一脉香火之外，别的再无所图了，所以你此行前来应该是事情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吧？这是自然，在下已经将一切都给安排好了，只要魏王你全力配合，我等保证能够在魏王册立大典当日诛杀王萧，让魏王没了这个心腹大患。只是魏王也请您记住答应我们的事情，反正这本来就是一个局而已，我打心底里不相信这个世上还能有人杀得了王萧。当初周瑜何等聪明，用了那么多的手段，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但是最后不也败给了王萧吗？这个家伙完全就是不死之身一般的存在，从自己认识他到现在，别说是受伤了，能让他擦破一道口子就已经算是壮举了。这要不是为了跟王萧一起将河北世家都给骗入局中，估计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就被砍了。河北等地不会推行新政，即便是要推行，也会与你们商议出一个章程，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处理好手头上的问题之后才会开始推行的。好，有魏王这番话我等便放心了，等册封大典那日，我等一定会将王萧的人头奉上，以此来恭贺魏王的。嗯，杀王萧，你们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我倒是很想要见一见。这要是都能做到，你们甚至都不应该只是流传于史书了，山海经上面估计都得为你们单独开一篇。算算时间，现在吕布应当已经将那些女人都送给王萧了吧。丞相大人，我来伺候您可好？磨磨蹭蹭的，当真是不爽利。磨磨蹭蹭，连伺候人都不会，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调教的你。当发你，我不是。不要啊！贤婿要美姬不要，我给你带来了八位美姬。
这些女人怎么个个都有七十左右的武力值，几个武力值高的女人也算是常见，但是一群从小被训练用来取悦男人的女子，并且还拥有比较高的武力值，这特么就不正常了。这些女人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怎么，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就当做是我女儿屋里的通房丫鬟吧。我是你女婿啊，你给我送女人，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挺大方的。这不是考虑到你现在也没办法和我女儿同房，有些事情总归是需要有人处理一下的。这些女人虽然不如你的那些妻妾，更加不如我女儿，但模样上至少是不错的，凑合着用用吧。有人通过吕布给自己送女人，还都是一些武力值挺高的女人，用脚趾头想也该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了。女刺客倒是好算计啊，只不过他们怎么就笃定了自己一定会要这些女刺客，自己就真的如此饥不择食吗？自己可是还有那么多国色天香的妻妾在的，这些用日俗粉自己怎么会？丞相大人，好硬啊！丞相大人，你这胸肌怎么这么硬啊？落得妾身手疼。真香，这些家伙看人真准啊！那小婿便多谢岳丈的美意了。那我就先走了，你晚上再慢慢享受。将这些女人都带下去安置好。丞相，你今夜不用他们伺候吗？带下去吧，今夜我一个人。丞相有何吩咐？这些女人都是谁送给温侯的？有消息了吗？有，温侯来府上之前大约一刻钟才送到的消息，本来还想明天一早再告诉丞相的。谁送的？是幽州公孙家的人。公孙家今日有一支商队到了许昌附近，先是与魏王接触了一番，然后又过了几天这才进城的。进城之后便直接去找了温侯。当时商队的掌柜公孙乾带着十名美姬去温侯府的，然后温侯便……等会儿，十名你确定？确定，我们的人亲眼看见的。公孙乾是带了十名美姬去的温侯府。我靠，这特么还真是拉粪的大车，从他家门口过都得尝尝咸淡啊！十个人经他手一过就少了两个，这特么还带吃回扣的，而且吃的还是刺客。我这老丈人也不怕这两个女人半夜给他腰子打了。行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要是那些女人今晚不安分过来找我，不用管。丞相大人，我来伺候您可好？磨磨蹭蹭的，当真是不爽利。磨磨蹭蹭，连伺候人都不会，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调教的你。当发你，我不是。不要啊！说是一夜，那便是一夜。你们这是暗哨都是两个时辰一换的，可是看他们这样，必然是昨晚一夜都没有离开的。什么事情还需要他们在自己门外守一夜的？妙子，一个个挺龙惊虎猛啊，三四十斤重的甲胄也压不住你们那小玩意。你们都去账房是半个月的月钱，去一趟青楼好好的痛快一场，别有事没事听本相的墙角，也不嫌臊得慌。谢丞相。王萧收用了吕布送来的女人，这件事昨天夜里便已经落入了府上几个夫人的耳中，一大早的糜竺便跑来找糜真了。小妹，你这房中的丫鬟重用她是一个都没收用的。夫君从未动过他们，而且我昨日也见过一眼那些女子，虽然不如我等生的秀丽，但也别有一番风味，倒是要比我这房中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丫鬟多了一些情趣。大哥，这些女子不寻常，我虽有些说不上来，但她们应当不是寻常的通房丫鬟，浑身上下都透着几分干练，许是温侯用军中手段调教过吧，比之寻常女子更有几分趣味。夫君一时好奇，便尝尝鲜而已，当不得真。军中手段颇有几分干练，那不就是吕林奇那般的女子吗？难不成崇勇当真是喜欢这种风风火火好似刺猬一般的扎手的女子？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如今许昌局势晦暗不明，崇勇与曹孟德之间到底是如何一个态度也没个章程，吕布又突然让县阵营看守整个丞相府，徐晃、张辽、赵云、黄忠等将领近来也常有调兵，虽然每次都是向魏王那边知会过的，但情况不容乐观啊。大哥，此事我也不清楚，我是女子，只管内宅之事，你说的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了，这些自然是男人自己做主，我们女子不插手，当然也就不清楚了。大哥，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夫君与魏王这么多年交情，不可能说断就断了。我与他同床共枕多年，深知他是一个重情义之人，要不然我与后宅其他几位也不会相安无事这么长时间的。他对我等能做到长情，对魏王自然也能做到忠义常在。所以大哥，此事我弥家最好的选择就是什么都别做。不做或许不会有功，但绝对不会犯错。有的时候人就是因为太急了才会出错的。小妹，你这话，有你这番话，哥哥我也算是安心了。但愿崇勇和魏王之间真的能够相安无事吧，毕竟这要真的闹起来了，我弥家只能帮崇勇，届时又是一场大乱啊。行了，魏兄这便回去了，另外你再多打探打探，看看仲勇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这种干练果断的女子，若是真的，魏兄我也好去物色一二，身在后宅有的事情你不争可就都是别人的了，小妹你得多留心啊。
孙权和刘表的使臣刚一到许昌，就听到了王萧与曹操要翻脸的消息。蒯义度，此事你怎么看？上次我来的时候也是类似的光景，我当时也以为他们会相互内斗，但是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真的斗起来，所以我有些担心，这一次不会他们又在耍我们吧？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不要插手就是了，安心看着吧。要是真的闹起来，我们就浑水摸鱼；要是没闹起来，我就吃曹操几天的饭，说两句好听的，然后转身就走。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没损失的。说起来，你们这次又带了一艘大船，我看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笼子，不会是又装着什么奇珍异兽吧？王萧不是就喜欢这些东西吗？我这次弄了的大家伙来，在这地上我就没见过比这东西更加巨大的家伙，这次我倒要看看王忠勇他是不是还能举得起来。你别是弄了一头象来吧？这玩意要是他王萧真能举起来，那就当真是活见鬼了。他王萧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正常人谁会去举四？但他就是举了。既然他都举了四，那这次我就给他换个大家伙，让他举个痛快。行吧，随你。司马仲达，你这小子别得意得太早，不过就是一个凉州刺史而已，我早晚有一天。阁下没事吧？我这也是出来的太急了，没料想到这侧门居然还有人。阁下是益州人士，在下益州张松，是来拜见王丞相的。阁下这面相颇有几分特别，怕是会让丞相不喜，不如先告知在下此前所为何事，我也好代为通禀一二。面相，喜与不喜并非是阁下能够做决定的，在下自问才华不逊色于这丞相府内任何一人，更何况此行前来也是为丞相送来一份大礼，还望阁下莫要横加阻拦才是。好大的口气，你可是这丞相府内此刻都有谁？谁？河间司马家的二公子司马懿。司马懿就是那个被丞相给挟持着无奈出兵讨伐三州逆贼，结果却一直都没有进展的废物。那还有西凉名士贾文和。名士贾诩，我看是毒是乌龟吧。此人虽然用计毒辣，但为人却太过谨小慎微了，他所用计策多是为了保全自己，一旦自己性命无虞，怕是再难让他尽心竭力了。有才却不用，只求龟缩自保，与乌龟缩壳有何区别？那不是你如何看关系养家的杨修？杨修，此人才学不错，是最早投靠丞相王萧的人之一，但处处都被司马懿压一头。如今司马懿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待来日平定凉州，便也是一员封疆大吏。但杨修可就说不准了。你，司马懿是废物，自己连司马懿还不如，岂不是他眼中废物中的废物了？所以你就是杨修吧？你怎么会知道了？阁下姿容绝佳，一身华服，贵气十足，必然是上百年的世家沉淀。此外，你见我贬低司马懿便神色欢喜，而杨修与司马懿不睦这件事并非秘密。司马懿这些年的罪的多了去了，你怎么就能断定我是杨修？因为司马懿得罪的人是多，但能像你这样自由出入丞相府其与司马懿有过节的人确实不多，何况还拥有如此容貌就更加难得了。能千里迢迢从益州来许昌，并且还有这份眼光与胆识，明知道我是杨修依旧敢这样贬低我，你是当真不怕死吗？要知道这许昌城可是一座会吃人的地界，少个把人当真不算是什么大事。若是怕我就不会来了，人活百年总得为自己拼搏些什么，我不愿就此蹉跎一生，更不愿我因为这一张脸而埋没才学，所以我来了许昌就是想要为我争一争。我那兄长一心只想着跟随刘璋守好区区一个益州，可如今天下大势已经明朗了，魏王与王丞相势必会荡清寰宇的，我若是继续留在益州跟着我那个不求上进的兄长，不仅一辈子出不了头，还会白白丢了性命。那是他的忠义，也是他自己选的路，凭什么让我跟着一起陪葬？我要活下去，我也应当活下去才对，我要活得比他比益州那些看不上我的都光彩夺目才行。跟我来吧，我会向丞相引荐你的。既然要证明自己，首先就得接受自己，丞相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你更不应当是才对。一个两个都是恃才傲物之辈，杨修这厮也就罢了，毕竟出身能力都没有的说，只是高傲了这么多年，张狂的性子改不过来。但是这个张松凭的什么竟也如此傲慢？这个木匣子里面应当就是他的近身之阶了，不过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如此宝贵，觉得凭此物便能得到丞相的青睐？他这是拿了益州的地图不成？倒是一桩大功劳。而且我记得有传言，当年刘焉之所以会去益州，就是因为他夜观天象，见益州有龙气升腾，得知可为天子。仲达，在我府中鬼鬼祟祟的，莫不是想要做贼？仲达，你这是怎么了？难不成你还真的想要做贼吗？我
重大，你这好端端的站在门后作甚？也不知道这个声，方才我差一点就给你撞到了吧。不过你也真是的，站在门后作甚？这要不是我知道你的为人，都以为你是在偷听了，这可不是什么君子所为啊。德祖说笑了，看样子的抓紧时间让徐庶上岗了，这小子非要等见到自己老娘之后才能安心处事。什么马宝男，你是何人？这实在是太丑了。你是庞士元、现在诸葛亮还是一个少年郎，庞统估计也还没成名。三国历史上有本事到自己跟前还能与杨秀相交的丑男，除了庞统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你是张松，这木匣中是益州地图。听说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不知道你现在能否让我见识一下？为什么眼前这个王丞相会对自己的事情如此了如指掌？照理来说，自己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入得了这些大人物的法眼才对。我以前就曾经说过，我这双眼睛能够看透这世间的千年过往，所以你也不例外。张松，你想要什么？官职、爵位，还是说钱财？在下所求不过是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让我证明我的价值的机会。那不还是求官吗？说的这么文绉绉，这么哀怨的，其实所求也只是官职而已，只不过是心中还有一些矜持放不开罢了。杨秀，此人便交给你了，你且在司徒府内给他安排一个官职，看看他到底能否担当重任。德祖兄，为何我这地图丞相连看不看一眼，他就不怕我拿的是一张假地图来糊弄他吗？可你就是拿着荆州的地图给丞相，丞相也看不出来啊，这是什么意思？丞相不是沙场战神百战百胜吗？总不至于连一张的图都看不懂吧？有没有地图对于丞相而言都一样，丞相只需要知道敌人在何处，便能天下无敌。这二位，此不与怪力乱神乎？你我都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不是那些没有见识的市井小民，怎可听信这等民间传言？一人而已，如何可挡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岂止啊，王丞相可是在平定袁绍的大战中结结实实的一人一马杀了近十万人啊。这又何止是千军万马那么简单的，其实真真假假也好分辨，再有两天便是封王大典了，届时一定会很热闹，你一定会见到王丞相那恐怖的一面的。他喵的，庞德不投降，你打他，你打我作甚？王重勇，有本事你就打我，小爷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算好汉。你他喵的，王重勇，我靠。在曹操的封王大典开始之前，还有几件事需要自己去办的，现将吕布带回来的那几个家伙给收拾一顿。丞相，您这是要去哪里啊？去许昌大牢处理一下温侯带回来的那些个家伙。温侯带回来的西凉的那些败军之将？正是，马上就是老曹的封王大典了，我想在这之前将他们都给处理了，免得到时候闹出麻烦来。那我等不如与丞相一同前去，正好也见见这些人。大哥，要不还是算了吧，我最近好不容易找到画室女徒的窍门，打算多练一练，而且人家丞相去招降我们，跟着凑什么热闹？你还会画画？丞相，你可不要小瞧人，我张翼德早年在家乡也是要桃园画手的名声的。是吗？丞相，你等着，等封王大典那天，我亲自画一幅惊世佳作，让你心服口服。行啊，要是你真的能在封王大典上鸡鸭群放，我当场奏请给你们兄弟三人封侯。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大哥，我们是不是都被丞相给耍了？二弟何出此言？大哥，这不对吧，刚才丞相说的不是让三弟证明自己会画画，而是让他技压群芳，可是天知道封王大典上都会有谁会画画？荀彧、荀攸、陈群，他们这些人可都是丹青妙手，我担心三弟。二哥，你这是不信任吗？我桃园画手的丹青妙笔可是很有名的，在家乡。你是何人？给我拿根鞭子来，要浸泡过盐水的。是丞相。大哥，这不对吧，丞相不应该是来招降这些人的吗？怎么现在连一句愿不愿降都没有，一过来就在打人啊？这是过来招降的还是过来发泄的啊？你愿不愿意投降？不愿。看见了吧，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本来也不打算投降的，那我又何必多此一问呢？直接动手打人不就行了吗？他喵的，庞德不投降，你打他，你打我作甚？王重勇，有本事你就打我，小爷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算好汉。你他喵的，王重勇，我靠。马将军，得亏是我精于此道，一看就知道你这是要晕过去了，立刻便用冰水给你泼醒了，要不然你这条小命可就不一定保得住了。刚才自己若是真的昏死过去了，那这一切也就都结束了，结果这个王八蛋非要将自己给弄醒，导致自己现在还得面对王霄这个混蛋。马超，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想必你是不愿意投降的，但是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毕竟人都是有选择的，所以你愿意投降吗？不愿意，自己啥也不清楚的就被王霄给打了一顿，现在打完了他才来问自己愿意不愿降，现在要是降了，那自己之前挨的打岂不是白挨了？
好，是条汉子。马超不愿意想，你打我做甚？马超跟庞德才是一伙的，就算是要打你，也应该是打庞德啊，你打我做甚吗？那你愿意降吗？王潇是一个神经病，根本就无法理解王潇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说不出来吧，你看看，还是不愿意投降。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礼贤下士不好吗？非得用强？用强有什么不好？这个时代本来就是强者为王，我拳头比你大，我为什么要迁就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给我趴下去，屁股撅起来，老老实实的挨打吧。等你屁股打烂了，我就打你前面，前面也废了，我就打你胸口，最后再一颗一颗将你的牙齿都给打下来，也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鞭法。扭扭捏捏的，我家夫人上床都比你干脆。云长，一得你们两个过去，将严刑给我按住，然后将他的屁股给撅起来，我特么今天告地的给他打坏了不可。不是，这还有我的事情，玩的这么大的吗？赶紧的啊，不然你以为我让你们跟着做什么看戏的啊？严将军，对不住了，你要实在觉得憋屈就咬舌自尽吧，到时候我一定多给你烧点纸钱。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啊。严刑，你真的不愿意降？愿降。王潇，庞德不投降你打我，现在严刑投降你也打我，你这个畜生，我今天一定要。大哥，这马超是想要挣脱铁链吗？应该是吧，我其实也不太清楚。马将军，你别白费功夫了，这铁链都有俺老张的手指粗细，别说是你了，就是弄一头牛来也挣不断的。自己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啊，居然会落得如此田地。马超，你挣脱了铁链之后打算怎么办？自然是杀了你。好。这王潇居然真的解开了自己的束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你打算怎么杀我？所以这就是你的全部本事了。给你一点脸面，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神威天将军西凉及马超，我配。马超，你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忠贞不二的主，就别跟我在这里演戏了。你他娘投降不投降，一句话的事情。你要是投降，以后荣华富贵大大的；你要是不投降，现在我就一把碾碎你的脑子，让你亲眼看见自己的脑浆流出来。我愿降。很好。孟琴，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的。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小马你很懂啊。庞将军，你看我对你多好。马超我打了，严刑我也打了，就是没打你，你还不速速归降？这末将愿意归顺丞相。不是归顺我，是归顺魏王。不过现在还不算魏王，封王大典还有两天，你们趁这个时间多调整调整，到时候在大典上大家好好的热闹热闹。